监控室，不会要让我打破第四面墙跑到监控室去吧？楚门的世界，因为咱们是个真人秀节目，在我们作为嘉宾或者说玩家的思路里面，工作道具和游戏道具其实是分开的，我们平时不会刻意去留意摄像机上面有什么，话筒上面有什么，音响上面有什么。但是当我发现自己已经在开始留意摄像机这种我原本意识里面的工作道具的时候，我也开始觉得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所以当时我脑子里就想到了这个打破第四面墙的这么一个梗，真人秀里面的真人秀。 What if 真人秀嘉宾发现自己是真人秀嘉宾，他们会干嘛呢？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整个人激动起来了。海报上有一个大 boss 关注着这一切，这个大 boss 设计了楚门的一生，那么对应到《名侦探学院》这个节目，就是院长。那么海报上旁边有一张院长的专用椅子，最终的答案就在那张椅子上面。监控室感觉好像是在化妆那边。如果我们的推理没有错误的话，现场应该已经布置好了。这是中国综艺史上一次伟大的尝试，咱们即将要打破观众与综艺之间的壁垒，打破这第四面墙。今天导播间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类似失物招领的告示，我当时就觉得来对地方。晚上好呀，晚上好。院长的座位是哪个啊？我可以进来吗？你可以进来。或者你把你屁股下面那个凳子递给我也可以。啊，谢谢。根据楚门的世界海报的指引，幕后黑手的预作。好，谢谢。你们这有失物招领处吗？失物招领处这里吗？对，门口有一个告示说谁捡到金条告诉导播组。那要捡到金条才能说是。哎，等一下，导播间，你看，导播间。大 boss 设计了楚门的一生，对应到《名侦探学院》这个节目，就是院长。不能走啊！哦，耶！哎呀，就是当时觉得。我真是个天才，我蒲熠星将会在中国综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当时真的感觉是非常的激动，演些什么好呢？好烦。那我就先行撤退了哈。In case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Genius！ 哎呀，回去睡觉了。哎，演些什么好呀？哎呀，我今天是真不想演了，我就毫无胜负欲的睡觉算了。哎呀，这游戏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简单了。带上笑容，带上朋友，找孩子，找回家，找漂亮，你抓到宝，你抓到宝，有一种风景，你抓好彩。
生活的烦恼。今晚应该不是不至于会不睡觉了。哥哥给我提示了是吗？我反正是不想出门了。怎么了？嗯？怎么了？又找到了？昨天已经有点难受了，今天我是等不动了，我想早点睡觉。再想一个小时。出来拉倒。啊，不用开心，昨天晚上演的状态了。哎呀，真的假的吗？真的。我昨天晚上可比今天晚上要严肃多了呀。哎呀！惊弓之鸟。哎呀，这一个小时难熬啊！我要先洗澡。